如何用 gift 卡支付？首先点击要付款的单子，然后点击这里的 gift 卡，在这边呢可以输入 host 六位的卡号，或者在旁边刷卡。然后点击 Pay， 如果 gift 卡的金额少于这个整个单子的金额，就会有剩下的金额，可以以其他的付款方式支付。